大家好，我是 Pia。耶，大家热吗？饿吗？好，听完就可以去吃饭了。好，我要来唱我自己的创作，第一首歌叫做《Sweet Sexy Lover》。谢谢。需要多一点乐观。
退路，那就暂时停下脚步。如果他不爱你，就是他的问题。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，这样过日子才不会太困难。想不透的就让他转个弯，不怕输的人才最勇敢。生活虽然是个大麻烦，但有机会也有变化才好玩。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挑战，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，这样过日子才不会太困难。想不透的就让他转个弯，给你每次机会。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，弟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，来，大家一起来。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，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，谢谢。你是不是憋一个下午了？你要上来跳舞吗？好，爸爸摇摇头，挥挥手，怕上来把这里的器材踩烂就完蛋了。对，会被骂之外，可能还不是被骂这样而已。弟弟可能需要留在这里扫地，脸色尴尬。好，我要来唱歌了。好。接下来我要来唱一首我自己写的台语歌，这首歌叫做《拍谁啦》，今天的大家台语很烂，会用讲台语的人举手。哇！哈，厉害哦，弟弟很会讲哦。好，那我要来唱一首我自己的台语创作，这首歌叫做《拍谁啦》，看你听不听得懂我的故事。又搁是一个同款的日子，凌晨时间拢无咧行，透早接到朋友的电话，伊讲今年要生囡仔，原来真晚拢无啥物变化。是条根会甲你放袂去。
谢谢。今天快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，接下来就是屁雅的最后一首歌了。弟弟，我只剩一首了，你还不上来跳舞吗？你要放过这个机会吗？你要不要上来？来，这边给你。来来，好不好？爸爸也要来也可以，全家人都来也可以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说可以。来，弟弟这里，来，弟弟这边，这边这边有一个楼梯，楼梯，给他一点尖叫声。弟弟，你为什么要绕远路呢？弟弟，快点，来来来。赶快，哎、欸，你知道跟我一起表演是很贵的，赶快哟，快点，来来来，不要浪费大家时间，不要害羞，我跟你一起上去，好，来来一起来，那你都走到这去摇头，对啊，快点，来，来，我们一起，赞，来给弟弟一点掌声。好，你在这边，你听到音乐就跟你跳舞，好不好？跟你一起跳。好，那你要跟我一起动哦，好不好？那你要带大家动哦，你带大家这样子，拿你的扇子这样子，来试一下，来，大家跟着弟弟做，一二。哎，小老师教得很好，非常好，就是这个意思哈。台下虽然有点不整齐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哈。好，来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一杯冰啤酒》。大家今天听完，如果觉得喜欢屁雅的歌，记得到脸书搜寻 PIA 吴贝雅，我的名字在那边找得到。8月11号的表演者，然后来帮我按一个赞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赶快搜寻哦，待会马上搜寻，耶、yeah, ！一杯冰啤酒，一起摇。暂时逃避这样的生活，我需要一杯冰啤酒，弟弟不可以喝哦。来到一个很温馨的咖啡厅，想听音乐，想认识新的朋友，可是我的手上少了一杯冰啤酒，一杯冰啤酒，再来一杯冰啤酒。我决定就这样。
需要一杯冰啤酒。好不好？